大家好，我是 Kevin。我们今天做这一系列动作哈，然后这是居家健身嘛，所以我们做的东西都是徒手的，来，然后就很方便，你们大家都可以做。就找个场地，差不多就是这么大，也不用太大的空间。我们今天是针对体能比较多一点，就第一个动作和第二两动作都会比较喘而已，那就是练你的体力。那例如说我们常常去跑步啊、登山啊，都需要体力，然后这是针对我们体力锻炼的。然后我们第三个动作是做我们的上半身、我们的胸，还有我们这个三头肌，还有我们肩膀，做这个俯卧撑。我们第一期有讲过，你们可以看第一期啊，然后我还再讲解一次，这俯卧撑怎么样做会比较好一点。那第四和第五动作是专门做核心部位，核心部位。所以我们前两个动作站着，然后再来就是开始蹲下来，然后做俯卧撑，然后这就躺着，这样子就一系列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做两组，然后中间休息两分钟，对，那大概是5到6分钟左右。如果说一系列做下来，但就是稍微注意一下，这一期的话可能就会稍微比较喘一点。对啊，如果说你需要休息久一点的话，你可以休息久一点没关系。那最主要就是说，我们希望就是说休息时间越短越好，这样可以更刺激你的心肺功能。那最后两个核心部位，腹肌锻炼腹肌的动作的话，就尽量用你的体力，然后支撑练你的腹肌，把你的腹肌就是练好一点。时间休息越短，然后对你的训练强度效果越好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。第一个动作就是这个叫 star jump， 这个哈，往上跳，这样子哈，对，那这是新的动作，这很简单，我们就打开，然后抬起来，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做20个，然后第二个新的动作，这个是有点像蛙人跳哈，是这样子，后前，好，那比较简单的话就是下，然后跳，然后下去，往后。跳，那比较难的话就直接往上跳，对，那这个话是做差不多是12个左右，12个，然后再来是我们就做俯卧撑，俯卧撑就是我们前两期讲过的这个俯卧撑，这个是比较难的，然后这个膝盖着地是比较简单的，好，那这一期的话总共有5个动作。然后第四个动作的话，我们做核心部位最后两个动作。核心部位的话就是，这个是，脚抬起来，然后把手放在这里，然后我们支撑20秒。这是第四个动作。然后第5个动作就是仰卧起坐，就脚放在这，然后把肩膀抬起来。上下，然后这个是1秒上1秒下，1秒上1秒下，那我们做15个，然后这5个动作，好，那我们就现在开始，然后我们先从第一个动作开始，然后第一个动作是叫 star jump， 这个，那我们做20个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好，再来第二个动作，前两个动作都是比较体能的动作，然后我们就一上一下，所以这一期的话我们就是专对体能，会稍微比较让你的心跳快一点。好，那现在的话是做这个动作哈。好，我们先做简单的。1、2、3、4，可以做快一点。12个，做10到12个，
好，第三个动作是我们第一期讲过的这个俯卧撑。好，我们先做简单的膝盖着地。好，这个记住，这个手对着胸口，然后这个手肘和这个手成一直线，然后下去起来，然后下去的时候离地面5公分，然后用力推上去。好，我们做10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10个，这是比较简单的俯卧撑。那这一期的话就是体能，所以会很喘很喘，所以你看我现在开始挺喘的，然后开始流汗。好，第四和第五个动作就是核心部位。好，记得这个肩膀稍微太高，然后你手撑住头，把这个头的力量给减掉，然后脖子尽量放轻松，脚抬起来，那我们支撑20秒 ，OK， 大概还有15秒，最后10秒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停。做这个时候确保说这边用力，然后。我们通常这个后背有一个空隙嘛，那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把这空隙填满，然后肩膀每个人不一样，大约是离这个地面5到10公分左右，然后抬起来，然后做完这之后我们就做仰卧起坐，这样子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最后5个哈，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 ，OK， 这5个动作，然后这个这一期的话，体能要求比较多一点，所以大家可以休息久一点，然后休息2分钟之后再做第二组。那第二组的话，我就示范比较难的东西，比较难的，就是说我们做这个俯卧撑的时候，膝盖抬起来，然后做这个第一个动作蛙人跳的时候，然后我们是整个这样子脚往后蹬抬起来的，这是比较难的。好，然后这个话就是可以增强你的心肺功能。你就比较有耐力，然后你在做任何东西的话都不会感觉到比较累，而且你的持久力比较好。对，我们增强你的耐力，这是我们这一期的重点。好，开始做难度的比较高的，这个是第二组。好，20个，这个叫 star jump，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。13 14 15 16 17 18 19 20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做10个。好，这叫蛙人跳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十。那如果还想挑战自己的话，可以多做2个。好，十一、十二，做10到12个，差不多。好，第三个动作是俯卧撑，所以我刚讲过，这挺锻炼心肺功能的。但是如果说你感觉好像喘不过气来的话，可以稍微缓久一点没关系。像我这样子已经开始很喘了。好，我们做俯卧撑哈，10个，
好，是难度比较高的，膝盖抬起来。那女孩子的话，通常做简单的；男孩子的话，就做比较难一点的。十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 ，OK。然后转过来，我们动作都是一系列流畅的，那我们就躺在这个地板上，刚好休息一下，然后做这个核心部位，这是核心锻炼，肩膀抬起来，然后手撑住头，脚抬到这高度，维持20秒，要确保说这边在用力，所以你当你肚子压在这里的时候，这边感觉到很紧的很紧，这样就是了。OK， 大约还有10秒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OK。OK， 最后一个动作就是仰卧起坐，我们做15个，好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，好，最后一个 ，OK。这一期我们做两组，对，你可以选一个难的，然后一个简单的，然后你可以选两个难度比较高的，那你可以选两组都做难度比较简单一点的，对，然后我们就配合前面的，例如说我们是5分钟居家健身嘛，你可以说，今天我可以做第一期，然后今天我做第二期，然后我们可以就是把3期全部合在一起，变成15到20分钟的健身，就可以就把它全部合在一起，或者说你今天感觉想说锻炼体能多一点，然后做这一期，这一期对体能非常好，我现在都开始很喘了。好，今天就这样子，好，谢谢大家。